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你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啊，即基本上全威在跟了我五年之后，即是这间教会面就已经没得比，即跟香港任何一个牧师没得比，直情不用想，那些做了半个世纪又怎样，没用的，直情是。咁我就会睇到个 different， 因为无论系恩赐运作啊，无论系讲道啊，哇，睇到好大分别。当时我当然沾沾自喜啦，系咪？即系哇，全威有机会、啊，即系十年后有机会，就算五年后做唔到牧师，十年后应该做到我牧师啦咁样。咁但系谂唔到啦，因为我喺咁样做嘅时候咧，做漏咗一样嘢，因为我冇谂到有一样嘢出现嘅问题，就因为我其实系咁样教佢咧，付出咧系杀种啊，所以咧我就慢慢发觉，咦？点解我学习能力同埋我分析能力系直线上升嘅咧？咁原来我得到百倍祝福，咁所以变咗唔系话我唔想教到佢叻过我，而系全威无论点追都唔会叻得过我。原因就系因为我行咗杀种嘅律啊嘛，因为全威永远冇办法做到一样嘢，头嗰几年佢冇话教到我，即系话冇办法去将佢所识嘅嘢咧去教到我。但系调翻转咧，头嗰几年一面到我，将我所识嘅嘢教晒俾佢。即只要你想问啊，我唔会，因为好多牧师你可能你唔知，即私底下有好多牧师咧，佢查到一啲嘢，你问佢喺边度嚟嘅咧，佢唔讲俾你听噶嘛。即其实我睇咁多工具书，睇咁多嘅著作咧，出边好多咧都唔讲咧，佢呢个著作其实抄边度，或者呢个著作喺边度嚟，或者呢一啲系同边度可以查到呢一类型嘅启示领袖同埋呢种嘅解释噶嘛。啊，好多都唔讲嘅，即系基本上你而家睇出边好多个著作都系，除非啦佢想自己嘅见证我都讲啦，系咪？但我讲嘅系启示，但系全威问亲我，我一定会讲俾佢听，我拎埋本书卷俾佢睇，我系查呢页呢一页呢页，呢、这个直情系我对一早几年最基本嘅吓，因为我本身都系查呢啲工具书先至敢肯定呢、这个启示系咁解噶嘛，啊，咁但系问题就如我所讲啦，原来头几年开始咧，直到当然去到而家都未停过啦。就我倾尽我所有去付出，但变成杀种啊！所以启示就变成杀种。咁到而家嚟讲，基本上我所分享啊，或者所预备嗰啲，简直系叫做有瘾有余啊！即系应付而家同大家去分享呢啲嘅信息啊。但系呢啲信息，大家你睇到啦，已经慢慢脱离咗咧圣经嘅 rhema， 慢慢变成圣经里面嘅 oracle 啦。吓，里边圣经里面好多 oracle， 譬如好似关于启示录本身就系呢个时代嘅 oracle 嚟噶嘛。但问冇人解得到喎，因为你将佢唔配合咗成个人类历史，你解唔到喎，系咪？即系等于但以理书咁，佢当时讲四兽嗰啲历史都未发生，但佢四兽第一只兽出现啫嘛，同埋个铜像，即系金身铜像嗰、那个铜像个头开咗啫嘛，系咪？咁根本下边啊膊头啊腰啊同埋双脚都未出现，系咪？嗰、那个系要跟住历史先去解到但以理两个嘅异梦噶嘛，系咪？咁而事实上。启示录系咁啊，系要历史发生咗先至得噶吓。咁但系问题，历史发生咗之后，你唔了解历史里面嘅启示同埋神数嘅作为，你咪唔理解咗启示录咯，系咪？咁所以变咗，你会睇到喺过去咁多年当中，就算系2012信息之前啦，你会睇到游牧师都识得去解关于好多世界上嘅历史同埋好多呢啲同圣经嘅关系噶嘛。而嗰啲就更加使到圣经里面嗰种嘅预言咧。能够做，因为圣经讲明都是预言啦。你点解未发生之前，连个人名、地名、事件都冇？但系发生咗之后，你亦唔识得将佢拍翻入去俾你睇见，嗰度应验我，咁又有咩用呢？系咪你识经？咁所以变咗启示录就系一个真系可以一定要对经济、政治同埋历史，关于古文物同埋神嘅掌管，完全融为一流，你先至可以解到启示录噶嘛？系咪？咁所以变咗喺呢个杀种之后咧，慢慢就发觉你睇到我慢慢啲知识增长得好快啦。因为原因就是话，反而就是因为有这个权威这个的人物啊，让我可以向他撒种。但是这个过程，现在你就明白了。当我这样分享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会信任权威，亦权威会信任我。即是我们要建立这个磨练，而这个磨练真的意想不到，当即他认识我的时候，就已经惹了这个祸，踩了这个陷阱，就是回了复兴，亦认识了这个牧师，在这个牧师面前他这么出色。咁而导致到呢种嘅记恨咧产生咗，咁而事实上就如我所讲啦，由我哋开始教会1985年至1996年啊，成个过程当中嘅逼迫，至到主导晒呢一个嘅对我哋嘅迫害，就系复兴教会啦。因为事实上喺96年之后，甚至一啲嘅
攻击我哋嘅记者招待会系喺呢一个嘅复兴嗰度开嘅。你知唔知道？你谂下，即系做教会做到咁嘅，真系好难想象噶嘛？你真系好难想象啊！就系、是、因为呢件事，你谂下，即系你谂下要几记仇先至到咁嘅阶段，系咪？咁而事实上都未停过喎，到九六年之后一路都未停过嘅，直至呢个牧师已经冇做呢个复兴教会嘅牧师啦，咁已经啊，即系所谓半退休状态啦，俾人踢咗落台啦，咁先至呢件事叫不了了之嘅啫。你知唔知道啊？弟兄姊妹，咁呢个就系你哋所认识，即系叫好啲嘅基督教。你话差啲嘅呢，即系唔使讲吓，呢个真系已经好啲噶啦，已经吓。咁你能够想象点解我唔会拣呢啲教会翻咧？点解我唔会带你哋成间教会转去呢一啲咁垃圾教会？系咪？即系你谂下，你咁多年当中，嗱，你已经喺八五年开始去到九六年，十一年里边，我哋教会七个人，呢、这个复兴教会八五人就已经去逼爆我哋。我哋三十人，佢八五人系逼爆我哋。我哋150人，佢八五人系逼爆我哋。我哋300人，佢八五人逼爆我哋。我哋去1996年1400人，佢八五人都逼爆我哋。你有冇搞错啊？你盲咧睇到，哦、我哋做嘅嘢你未有耐追到啦？有冇搞错？喺我哋教会开始之前，佢已经系10几年喺香港系做紧教会嘅，佢都停紧喺八五人当中。我哋一路咁上紧，哇！到最尾佢自己一间教会逼爆唔到我哋咧，佢就联群结队嚟逼爆我哋。咁你能够想象，即系喺当年咧，我同阿全威都冇将呢件事好详细分享出嚟，因为当时未有栽在溪水旁，亦并且栽在溪水旁未讲到回忆栽种恩啊，系咪？但系问题其实当年遇到嘅嘢系我同阿全威一齐遇到嘅，而事实上呢件事咧系因为全威曾经翻过呢间教会而引发出嚟嘅，啊，咁所以变咗当全威而家离世啦，咁大家就睇到喺当时嚟讲，讲真啦吓，我同佢即系要经过呢个磨练嘅，即系面对一个丧心病狂嘅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12节，你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耶稣，我用诚实爱你，为盼永按着真理侍奉命去命，耶稣，我愿行义，必不放弃，找等真理全路边，危难或挫折，心始终爱着你。我决定爱着你，盼好天真诚善你，献上热切生命颂扬，令多与众志要响起。我点以心灵诚实歌颂你，穿着祭物香气，诚心唱颂爱国，前方顺利。